而在桃园则是有志工在民众等待捐血的空档劝募善念。桃园龙安派出所办捐血活动，慈济志工运用电脑荧幕带动捐血民众一同为海地灾民祈福。利用捐血时间，慈济志工向民众传达海地灾民正需要帮助的讯息。一位热血妈妈带着好几个孩子，化感动为行动，当场捐款。那你今天是用什么帮助他？刚刚说是的。捐血民众纷纷投入善款。主办的龙安派出所所长也受到感动，打算邀警员们共同透过捐款送爱到海地。每次如果说在世界各地如果有大灾难之后，我觉得慈济人都是第一线来整个来帮助，所以我们也都很认同啊。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，爱心大家一起做，援助海地，捐血民众再度发挥大爱不分国界的力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振兰、林美如桃园报道。